顶住，顶住啊！顶住！快些，快些！喂，哥，个刀你有冇拎过嚟啊？佢冧啦！佢真系冧埋噶！而家咧係6:58啊！收到。你哋自己因時間啊，要入去登記啊。全緊牛。全緊牛。全緊牛，你使唔使要 tailwind 嘅？要嘅。因為我咧倒啲粉落去咧，咁一倒落去咧，你倒到去呢個一字呢一個厚度邊件係戰衣啊？呢件呢件係戰衣啊。濕咗咪？跟住得係啊。加油！你都加油啊！我都追住你啦。咦啊！肥輝你行嘅咯嗬？我未啊。未咩？你唔係出包可以啊？我已經好唔敢玩。睇車。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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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morning, selamat pagi from Malaysia.就嚟到水落窝啦 ！Hello Hello， 阿志排喺后边。Colombia. Yes. Colombia. Thank you, Hong Kong. We love you. Ah, 好攰啊！
公仔咩狀態 ？OK 啦，回應好聲。俾我一張。阿俊幫你醒少少嘅時候，再打包張。係，好有啊。你俾定佢先。OK， 等我一陣。應該上到三零，佢應該頭段行入血噶啦。啱啱冇嘅，應該兩三分鐘到啊。嚟，轉頭同我攞水。唉，到頂啦！喂，叻仔啊，大家！喂，頂多幾耐張？到啊！Good job, good job. 再见，注意注意。多谢多谢，加油啊！再识你，再识你。Chrissy， 我放低钟喺度。Are you cutting the artery run? Thank you. Well done, guys. Well done. 我等埋。好嘢，好嘢，講啲，好嘢。就係啊，咁啦，碰面啦。
好，頂住啊！頂住，頂住，兄弟，辛苦你啊！各位辛苦曬。俾我，俾我。我再唔好揸油攤，頂埋佢啊！好 ，almost finished。喂，係啊，唔係講笑啊，係啊，點解你爆咗噶？瞓啦。加油！中仔，加油！頂住啊！頂住啊！你叫我做到，做到啊！做到啊！做到啊！喂！幫我執執，幫我執嘢。Come on！ 頂住啊！放咗150米啊！仲有150米。Come on！ 咩時間？咩時間？咩時間 ？Louis！ 27。227。100米啊！百米，頂住頂住，咩都要啊！得唔得啊？啊，咪辛苦啊 ！OK 啊！哇，唔好力啊！得啦，快快揾人叫灯招，叫灯人啦！前边前边，拖定，好晒啊！喂，住啊！落车啊！得，都落车噶啦，落车噶啦，多谢晒你，辛苦晒你啊 ！Sorry， 辛苦晒。到啦，到啦。Oh， last。到！得，唔好理。中间顶唔顶到？廿米。顶住好冇？顶住好冇？放住先。顶住。顶住啊！顶住。First aid。喂，哥。个东西有冇拎过嚟啊？佢冧啦！佢真系冧万家！撑住！快点！今次是第11次參加 Trail Walker 嘅，今年是第7次參加，咁就2008年開始，2013年因為受傷咧就冇參加到嘅，其餘年份都有玩到。我玩毅行者是第8年噶啦，咁亦都好開心可以繼續有機會去玩，因為而家玩毅行者的機會是越嚟越少噶啦，因為抽籤又抽唔到。其實點解會參加毅行者呢？因為在常人或者我未完成之前，我眼中咧，我其實都唔係好相信自己可以完成到，所以好想去試一次，睇下到底自己係做唔做得到。我是隊入邊嘅隊長嚟嘅，咁我嘅職責咧，其實係去定立一啲嘅計劃啦，係一啲可行性高嘅計劃。
今年是 有個目標的，我們都是想試下做14個鐘頭內，因為上年我們的時間就是14個鐘頭14分啦，所以今年的目標都是嘗試去穿這個時間。因為我第一次玩嘛，我其實的心目中的 target 都是想著15個鐘 OK 的啦，但是盡可能去配合看可以完成到大家的目標。今次的目標呢，其實我自己本人就沒什麼期望的，咁都係順其自然，最緊要自己舒服嘅。咁目標就係阿 Jackie 定出嚟啦，十四內，因為其實十四幾都做過幾次噶啦，咁樣咁都有少少期望，想入十三啦。睇到十月，睇到十一月頭嘅時候，其實見到大家要養精蓄鋭嘅已經係養精蓄鋭噶啦，要去提升狀態，亦都提升曬狀態。咁所以咧，亦都好大膽問下隊友，咦？有冇信心可以試下去衝破14小時內咧？咁所以就去到臨尾嘅時候，出發前就會 set 咗一個穿14嘅目標。咁同埋當中係要四個人一齊安全到達。我的職責，我的崗位就是盡我 100% 的力量和我的能力去達成這個目標。即是對於我們來說，即是可能頭三次都是一個挑戰，但是其實到第三次之後，時間就是一個挑戰，而不是在個、完成那方面。所以其實崗位就是去挑戰自己，挑戰的時間。完成的時間對我的重要性是什麼？這件事其實是亦都是我們生活的縮影的，因為我們生活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要定立很多目標，我們亦都是就著目標是去設立一些計劃去進行的。如果是就著在酒店活動裡面，其實完成時間對我來說是、我們是想見到進步的。但是對我來說，穿14是不是一個必須呢？其實不是的，其實只要比去年是快了一秒，其實已經是一個進步。臨到最尾環塘跑完，他們就已經在說、我們有機會可以13尾的了，這樣所以時間在這一刻呢就真的重要得很重要了，咁就逼到自己可以山又捉曬上去，路又跑曬咁樣咯，人都諗埋。但係呢個時間其實有咩意義呢？可能係一種自我肯定啦，即係以前付出過或者努力過嘅、可以顯示到喺呢個時間上面。即係以前當我做27個鐘、做18個鐘、做20個鐘嘅時候，我會覺得哇，做14、15個鐘已經好厲害。但是當你發現其實做14、15個鐘沒有一般大眾想像中咁困難嘅，其實有純粹一個自我挑戰。喺個過程入邊，我諗得最多就是我會唔會爆，我幾時會爆，我爆咗之後，我好驚會拖累到隊友。其實是由一開頭到最尾，我都是諗緊嘅，係啊，都不斷喺腦海入邊問緊自己，你頂唔頂到㗎？是不是會爆的？第幾段會爆啊？不想爆啊？咁樣咯，係啊。所以其實在我哋今次衝終點前200米的事件入邊，其實已經反映了我哋是有能力穿14，但是我哋後面是放棄了呢樣嘢嘅，因為我哋知道隊友的性命是更加重要。咁亦都見到鐘仔的確是喘氣喘得很緊要，而且面青很純白。咁但係當時咧，我哋已經係第一時間係叫支援隊友，係去終點，快啲去終點，叫 first aid 人員已經係即刻將個目標係擺翻起，保障隊友平安，得到盡快救援為首要目標。其實去到衝終點最尾200米先講自己狀態啊，當其時其實去到最尾就一定係好攰啊，因為我哋又都衝緊個時間，咁最尾嗰3-4公里都衝得相對都快嘅。我哋入到大堂營地嘅時候，仲有200米咧，咁就見到阿 Max 同阿鐘仔，而阿鐘仔當其時係要阿 Max 扶住嘅，
我只聽到鐘仔好辛苦，同埋佢似乎係有少腳軟跡象啦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因為阿 Jackie 同阿 Max 會幫到佢，咁我由自己係最慢嗰、那個，咁我就慢慢向前跑，希望跑跑下嘅時候，因為阿鐘仔好最中意就係跑跑下嘅時候，突然間會又翻山，佢又會追翻上嚟嘅。咁我都自己係去到差唔多佢哋臨到五十米，我先見到哇，都仲係抬緊阿鐘仔翻嚟，即係扶緊啦，唔好話抬啦，扶緊佢翻嚟。先知道哇，鐘仔似乎真係好攰。當刻我唔知佢去到咩狀態嘅，係去到聽到佢哋話要叫定medic 過嚟幫手嘅時候，先知道阿鐘仔應該真係已經乾曬啊，即係扯到乾曬嘅地步啦，已經係咁樣咯。其實發生咗件事之後咧，我嗰一日或者嗰一兩日，其實我不斷都問我自己嗰刻，就係、是、我覺得我自己做錯了，因為我諗，我不斷喺度話，重複咁去諗翻我當時其實我係做緊啲咩，我諗緊啲咩。我就唯一就所有個答案嘅畫面都係，原來我當時就 focus 就係衝翻終點，就係諗住所有翻終點諗時間，我冇理過附近前後左右任何嘢。即係就算而家你問翻我嗰一刻發生事之前，我跑緊嗰個畫面係咩附近，我都唔清楚啊，有見過啲咩人啊，附近畫面。我都冇曬印象，原來我覺得當時就專注 focus 落個時間度，盡我能力去跑。我估唔到原來我隊友 over 咗，跟住而亦都因為咁樣發生咗呢個意外，係好唔開心，好擔心。因為我覺得就算任何活動好比賽好，其實最緊要大家都係想安全全健康康咁樣完成，係真係可以做好啲嘅。就我放慢啲咯，但係原來我嗰刻我唔知道。我只可以告诉你我清醒前做什么咯，越来越喘气，跟住应该有一刻我是终于要慢一点跟不到的，所以呢就跌了。然后呢就Jackie 啊 Max 就走过来扶起我，跟住我就同佢哋讲，我条腰冇力，撑唔起个人，所以咧就向前乌咯。然之后最后嘅记忆就系个终点框同埋有堆人咁样咯，跟住就冇啦。所以你问我发生咩事，我系答唔到你嘅。壓力不會的，因為我之前夾過一些更外星的人就是今年冠軍隊其中一個五金所以其實我都沒什麼壓力的，只要他們肯等我照顧一下我就 OK 了。放棄的念頭，當然是很辛苦的，整個過程都是很辛苦的。放棄是沒有，沒有想過放棄，因為每一次比賽100公里要做時間都是辛苦的。如果真的要放棄，除非我受傷，任何時候其實都沒有想過要放棄，只是想著要快點去到終點。我自己在其他比賽有沒有試過放棄完成？有，但是在很多賽事其實是發現自己人不能勝天這個重點。當自己想著跑上山要跑得比人快的時候，其實自己不其然代入一個陷阱，就是已經輸了給個大自然。我將我自己身體減慢回來，試下慢慢享受回個大自然，想起我以前第一次跑山那個想起自己跑山的第一次的情況，其實自己是很喜歡很喜歡，遇到其實是很失望，所以怎樣艱難都要堅持走回去。
對我嚟講係，除非我真係好痛，或者根本係嗰個狀況係會影響到我生活嘅話，我會選擇退出。但係如果我淨係知道我淨係只不過係攰，我只需要喺嗰個 checkpoint 嗰度瞓下覺，或者食翻啲嘢，我可以有力行翻嘅話，我會繼續行，因為我喺 transcentral 已經試過。過程入邊，我見到有咩令我深刻咧？我見到有啲隊啦，就走到係自己好似 solo 咁樣，有啲隊員，其他三個隊員係唔知去咗邊個。係啊，佢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去到自己嘅 checkpoint， 去到 checkpoint 自己飲飽食醉，跟住先等隊員過嚟，跟住等佢哋 book 埋卡，跟住又自己走。咁我覺得好似冇咗個毅行者精神，其實你可以唔需要報呢個嘅，即係呢個活動咯，你可以玩啲個人賽咯。因為其實呢啲活動係四個人一齊完成噶嘛。參加毅行者對我嚟講係一個每一年去 remind 自己生活上態度嘅一個活動。見到好多人其實係曾經喺毅行者入邊係做過好多好驕人嘅成績，亦都見到有加入，亦都有退出嘅人士。咁但係對我嚟講，我會繼續去堅持去參加，就算我係到有一刻我根本係唔再係超級毅行者，我唔再有機會去攞冠軍，就算係行到翻嚟係48小時，我都會參加，因為其實係不斷令到我自己係更加去謙虛，去向人學習。同埋係更加提醒自己，就係自己係有能力去幫助人嘅時候，其實係更加要把握呢啲時間係去身體力行去幫助人。我覺得即係四個隊友佢哋都好稱職，即係起碼你100公里裡面你有四個同伴一齊行，其實同平時我哋走啲康康百得一個人係冇咁悶嘅，同埋可以即係鞭策到自己，即係佢哋唔停落嚟，都鞭策到我自己唔好停落嚟咁樣。如果要我想同隊友講句説話咧，就係、是、今次真係多謝曬隊友照顧，咁不過下年最好放過我啦。各位隊友，下年努力啦！叫 Ryan 啦，咁我玩咗四次毅行者。開頭覺得係個耐力比賽啦，後來參與咗之後，我覺得係一啲友情啊，互相扶持啊呢一樣嘢咯。我叫 Dan Cow， 咁我玩咗毅行者，玩咗三次。我挑戰性咯，咁同埋100公里係對我嚟講係都幾遙遠嘅數字嚟嘅。即係好似結婚成個咁嘅週期咁樣嘅。即係如果結過婚咁啊，做過兄弟咁啊，好清楚啊！你個 schedule 啊，每一分每一秒做緊啲咩嘢，發生緊咩事？除咗挑戰我哋要跑嗰四個之外咧，你身邊嘅 support team 亦都好重要。準唔準時到達個 support 位啊？去俾嘢你食啊，俾嘢飲啊。或者咁講啦，其實你行呢100公里，其實等於好老土咁講，等於你人生。咁當然你人生有多過100公里嘅。要揾到志同道合四個人一齊咧，其實呢個已經唔簡單噶啦。你四個人有啲可能係上山快落山慢，有啲啊平路快上山慢。好啦，你要四個為咗做時間，咪鬥扯咯。你上山後面嗰啲咪俾佢扯爆咯。落山咁啊前面嗰啲哦一級級落嘅，咁佢咪又係等咯。就係、是、最慘係咩咧？你一定喺 checkpoint 等齊四個人，跟住先過到個 checkpoint 啊嘛。大家咪睇下你邊個 point 啦。有啲就 A 扯爆咗 B、C、D， 有啲啊 B 扯爆咗 C、D 咁樣。所以去到尾嗰四個咧，通常都黑曬咁樣走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就係、是、只會增加咗大家嘅友誼咯。其實係要互相遷就嘅，玩旅行者係一件要包容隊友嘅事情咯。
每一次玩就唔知點解就要買背囊啦、買鞋啦，跟住甚至可能整對衫啦。即係你知而家啲鞋好貴啊，啲背囊咁成嗰個幾百幾多一千咁加加埋埋就唔知點樣幾千，跟住再加埋報名費啦、籌款費啦，籌款費每人都起碼都二千幾咁樣啦。跟住要問人哋籌款咧，其實真係好難噶嘛。係啦，要年年啊，又係你啊，又籌款咁樣。不一定是時間的，不一定是時間做得好。當然整件事最開心的就 是你要跟你的隊友好好地分享在這 100K 裡面墨鏡上面喜與樂。我自己覺得你四個落到去或者什麼都好，一個都好是開心的，那就是叫做好好的完成。你落到去見到四個完成都好，黑曬嘅，中間啲啊飛埋爭爭啲，想推你落去啊萬里長城跣你一腳啦咁樣，咁嗰啲咧你就翻到嚟仲包你有記憶嘅，可能幾廿年都仲諗住要打佢啊咁樣，都有呢啲咁嘅狀態都唔定嘅。即係難在當然個一百公里你要體力上支持到，或者你要達到自己個速度唔容易啦。但係你要四個人都係諗法一樣喎，互相配合到喎。即係你快嗰個唔會嬲慢嗰個，嬲嗰個又唔會鬧快過你等埋我。即係呢樣嘢係要一定係要事前大家溝通，同埋我諗係嗰個互相支持同埋諒解咯。係咯，呢個就係嗰個一條 team， 即係一條心嗰樣嘢。我自己咧就係好中意好似咧開一個睡眠模式咁樣嘅，即係好似催眠自己咧，咁就好似冇咁辛苦咁樣咯，即係好似恰住眼瞓咁樣行咧，就好似唔知點解行下咧，跟住哦又到咗噶啦咁樣嗰啲咯，係啦，咁所以就係咯幾得意嘅。學到咧就係話你要感恩啊，即係話你完成唔到，啲隊友其實都係好支持你嘅，你要去欣賞人哋。對方對你的嘢係咁 appreciate 嘅時候，你點樣去感恩對方咯？咁但係好嘅就係掉翻轉頭，咁去到發生咁嘅事之後，大家都可以拉翻埋一齊，咁啊，甚至乎有啲行唔到嘅扶下、托下，即係咁，即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比想象中係艱辛啊，同埋都係一個有趣嘅過程嚟嘅。同埋一樣嘢係好緊要嘅就係，可能今年就係你最後一次行旅行噶啦。當你有咁樣去諗嘅話，我諗你會好珍惜。在路上的 100K 每一分每一秒， 我相信每一个行完行者，每一个做完时间的行者，他一冲过终点都说明年不会再回来，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会再报名了。其实跟我玩得毅行者的队友都是我这一世最好的朋友。我都还是说回那句，一世人真的要玩一次，起码要玩一次。